家成日留言问我几时有女朋友啊，波子。其实我已经收收埋埋咗一个，而今集佢终于会出镜同大家见面。哟，我系波子，就嚟到情人节啦，相信有另一半嘅大家都有一个超级大难题。就是情人节送啲咩礼物俾佢好呢？呢个问题咧就有如战争踩地雷，一拣错咧就成年唔好过。所以呢个问题一直都烦恼住万千嘅少男少女。而今集我就为大家分析一下，究竟应该送啲咩俾佢好呢？首先第一样就是送鲜花。有边个女仔唔中意鲜花呢？特别是浪漫派的另一半，所谓甜言蜜语伴鲜花，浪漫约会带回家。而送花的数量和品种也都代表着不同的花语，当然梗是看你的爱人喜欢什么花的品种而去送啦。好像我的搭恋这样，他就喜欢玫瑰花。就是送手袋。如果说人是由 70% 的水分组成的话，女人就是由 70% 的手袋组成。虽然这些手袋在男人的角度就是又小又装不到东西，但在女人的角度来讲，它就是出门必备的战斗装备。一个漂亮的手袋可以显示出女仔的时装品味和高贵的感觉。送名牌手袋更加显得你有阔绰和愿意花钱在她身上。若然你知道另一半喜欢什么牌子的手袋的话，就更加大大加分了。但记得千祈不要送错二手或者是假东西，除非你很想体验被一个高速坚硬的手袋撞击面部的感觉是怎样啦。跟着第三样就是色嘛，正所谓无论爱得有几深，买粒钻石最均真。如果说手袋是女人的水分的话，色物就是女人的骨头。人有很多不同大小的骨头，女生当然有很多不同大小的色物，好像戒指、耳环、颈链、手链，送越靓越闪的就越开心。如果想有创意和特别一点的话，可以加黑字或者黑的图案拿一些色物送给她。那这份礼物有纪念价值之余，还会是独一无二，刻骨铭心。咦 ，BB 你嚟啦！哇，戒指啊，你送戒指俾我啊，好大粒喎、啊！哇，仲要好啱我手指型添啊，啱啱好啊！你点样知道我嘅手指嘅指围系几多嘅？睇嚟你对我真系了如指掌啊 ，BB。I love you。跟住第四样就系送公仔，等先。不是送平时夹公仔夹回来的公仔，而是情人节特色的情侣公仔。你可以特登揀对方喜欢的角色，但记得情侣公仔一定要一对对这样送，千祈就不要送单丁一只，好不老礼的。如果不是你就很快见到它飞入垃圾房的了。怎么送些什么给我啊？哇，是情人节的公仔啊！哇，还好松弛的那只猴，哇，好似我咁松弛喎，唔系，好似我咁紧致啊！多谢你 ，B B， 见到呢只公仔就好似望到我同埋你，好 sweet 啊！如果以上嘅礼物都唔系好啱你心水嘅话咧，跟住嚟呢个咧就系又贴心又窝心嘅礼物啦。冇错，佢就系风筒。正所谓送个靓风筒，女生出门就快五分钟。呢五分钟好紧要噶，少五分钟，男生都可以等少一粒钟噶。如果系实用派嘅话，更加冇得输添，因为佢每次洗头都会用得着。风筒咧，我就推荐 Panasonic 嘅 Nano E 护发风筒。我奶啦，睇我送啲咩俾你？你奶啦？呢个就系迟到解决神器。哇，咁大箱嘅！我原来风筒嚟噶，你又知道我中意呢个牌子嘅风筒嘅，哇，好好用啊，真系好想买噶 ，B B， 多谢你啊，等我今晚就用，今日同 B B 去完街好开心啊，等我而家即刻用下个风筒先，唉，一个长头发吹头真系好麻烦啊，
这个风筒用1800W 的热力，所以很快就可以吹干个头。Nano E 的纳米离子同埋双倍的矿物离子科技呢，可以令到水分更加容易渗透发生。在吹头发的时候同时间可以护发，吹完头之后的头发更加柔顺，同时它还可以做到呵护秀发、肌肤和头皮的六种护理模式。面部护理模式就可以吹出用于护肤的微弱冷风，保持肌肤的柔润，而且它还有一个智能控温模式，吹头发的温度就可以控制得啱啱好。你头发好快吹干晒，唔单止贴心啊，佢仲好贴你嘅发心添啊！吹完啦喎，真系好好用啊！等我打俾 B B 猪赞下佢先。同埋细声啲同大家讲，就算女朋友想你帮佢吹头嘅话，都可以吹得冇咁辛苦啊嘛。哟，我系波子嘅女朋友，跟住落嚟就等我讲下送俾男生篇嘅礼物啦。如果大家睇开爱情剧，都会见到女仔系会自制朱古力。俾个中意嘅男仔去表达爱意嘅，好似我送俾我男朋友 B B， 我都会自制一个心形嘅朱古力。哦，冇错，真系食得噶啊！不过当然，如果你自问厨力冇好似我咁高嘅话，你都可以喺出边买心形嘅朱古力，再加上一张情书或者心意卡，相信收到嘅男生都会 feel 到你嘅爱 ，love love。哇！自己整噶朱古力啊！佢系屎味嘅朱古力啊！放心啦，我一定会食咗你只朱古力噶啦，多谢你啊！第二个就系银包。如果话手袋系女仔嘅装备嘅话，银包就系代表住男仔嘅身份同埋品味。送银包就一定实冇死兼实用嘅，特别系男仔每日揞荷包嘅机会一定会多过女仔，你明噶啦。哎呀，食饱饱啦！B B， 上次情人节送俾呢个银包，你有冇用噶？有啊，我嚟睇下。嗱，系喎，真系有用喎。哦，埋单啊 ，Master 唔该。跟住第三个推荐嘅就系男士西装。啊，点解系圣诞袋嘅？啊，唔紧要啦，圣诞大特价啊嘛。一般咧就可以送恤衫啦，同埋领呔。今日送呢两样就可以等佢翻工嘅时候，日日都可以着住我，挂住我。咁而送领呔就可以绑住佢。Baby， 咩啊 ，B B？ 我买一份礼物送俾你啊！系，有个提香噶，有你提香添，冇错。同一个牌子手呢份细噶，都有个香味噶。哦，系恤衫啊！多谢你啊！收下先啦。我每一日翻工都会着住佢，我唔会再洗衫噶啦。跟住第四个就系围巾啊，因为情人节通常都好冻，啲围巾咧你可以选择喺街度买又得，自己织就更加温暖，温暖牌啊嘛。记得要睇小波子条片，可以教大家点样织啊，好简单噶咋，有五只手指就织到噶啦。怎么了，宝宝？我看到小脖子有手指，这个简单美了哟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给我看看。你试试好不好用啊？好啊。哇，好暖啊！谢谢你啊，宝贝。哦，是你用手指滴出来的吗？当然了。确实啊。有你的体香啊。啊，宝贝，我爱死你，宝贝！如果以上嘅礼物都唔系啱你心水嘅话，我就会建议你送一个梳刨俾你嘅男人，因为每个男人都会生梳噶，我都唔例外，唔系我个男人都唔例外。特别系你发现你嘅另一半用紧嘅电梳刨开始已经唔掂啦，系时候要换个新啦，送一个梳刨俾佢，就可以等佢每日都可以保持洁净嘅仪容，每日用嘅时候都会谂起你。同风筒一样，我都会推荐用 Panasonic 最新嘅 Lamp Dash 5刀头电梳刨。嗰啲咩咁架势呢？我已经事先试过，真系好好用。啊，唔系我个。你又以为做咩？你睇啲咩毛啊？胸毛、脚底毛定系脚毛啊？汗毛。这个梳刨呢，它有全新的 5D 浮动5刀头，可以在任何的角度都可以帮你的男朋友剃须，剃得它贴贴服服，要征服一个男人的
心，首先要懂得帮佢护理啲须筋，然后佢仲有精感嘅刀头震动系统，可以自动感应啲胡须嘅密度，去调节呢个震动嘅幅度。而且佢仲系 Made in Japan 嘅添啊！你知而家啲男仔几中意 Japan 噶啦，睇片都要睇 Japan 啊！有咩爹？而且佢一个钟头就已经可以快速充满电，电压仲系世界各地都通用嘅。就算你个男朋友要出去公干，都可以带住佢出去用噶。其实仲有好多可以令到对方开心嘅。结论系最好嘅礼物系需要睇你嘅另一半有啲咩喜好需要而去送嘅。同一件情人节礼物送到去唔同人嘅手上都有唔同嘅反应，而关键就系大家要平时多啲留意你嘅另一半，关心下佢，睇下佢啲咩喜好。祝大家情人节快乐！我系 Body， 最近 like and subscribe。分享出去，我哋下集再见，拜拜。呢五分钟好紧要噶，少五分钟，男生都可以等少一粒钟噶。你笑乜鬼啊？你把声入咗咪啊？我啊嘛，就系吓单眼啊，唔系两只眼眯埋，单眼系啊系啊。情人节咧，天气真系冻噶，所以。你又做乜嘢啊？你边位啊？你二奶系嘛？有个正仔。电苏跑 ，the one and the only one， 是你的唯一。睇得佢贴贴服服。唔好望住我。点啊？送咩俾我啊？真系，想丢俾我啊？点啊？你送得有诚意少少好唔好啊？三个风力噶喎、啊。你笑啊！哇，自己整噶朱古力啊！佢系屎味嘅朱古力啊！屎味嘅朱古力啊！收音啊！宝子，咩啊？我买咗个饼仔啊，送俾你啊！点解叫我宝子啊？唔系叫我 B B 嘅咩？哦 ，B B 咩啊？